大家好，我是微笑主厨微蔡老师，我擅长健康料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营养满分、老少咸宜的南瓜料理。今天要介绍这道南瓜山药豆腐羹，我完全不勾芡哦。虽然是羹，到底要怎么做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现在呢，我先用一个核桃把它烤香。好，那我们要成为烤箱，要确定锅子热了没有。好，那锅子热了没有？很简单，只要用几滴水来测试有没有水珠。水珠进来以后，像荷叶上面在滚动，这个水珠就表示你的锅子已经预热成功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水珠擦干，然后请你火要熄掉。为什么要熄掉？因为怕它过热，然后你的核桃就会黑掉了。那我最喜欢在锅子里面直接烤，不要放到烤箱。为什么？因为我们等一下这个锅子里面都是这个核桃的坚果香气跟那个核桃油在里面。好，那这些都是健康的食材。好，我们的核桃已经香了之后，就请你先拿起来。有没有有一点点微黄哈？这个就是我们的核桃已经烤香了。好，我们先把它放着，然后接下来呢，蒜头，哦，先把它爆香一下。好，虽说是爆香，但是我主张的烹调方法是要低温，哦，所以我会让我的蒜头一样先进来烤香一下。那这个时候我让那个蒜香先出来也一样哦，整个锅子现在都是蒜香的味道。好，再来我要切这个南瓜。好，我是带皮带籽，因为南瓜的营养成分很高，所以没有必要把它去掉。好，进来烤香一下。好，拌一下。好，这个时候我就用一点橄榄油让它去烤。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低温。好，所谓的低温就是低于120度以下，叫做低温烹调法。好，先盖起来，因为我今天不勾芡，那我们今天用金针菇的多糖体，把金针菇都先切碎。好，先放着。另外就是这个山药，那我们今天也是借由金针菇的多糖体还有这个山药泥来当作它勾芡的原料。好，山药我们要把它打成泥哦。我们把山药放进来。好好，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当作我们勾芡的材料哦。好，那另外就是这个核桃要把它打碎，就留一些颗粒会比较好看。另外就是豆腐，我们要切成丝。好，这个就是我们豆腐的部分。好，我们看一下南瓜软了没有。好，我们可以稍微试一下，它如果很容易就可以切得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打成勾芡的感觉。好，先调味。盐巴就好，那喜欢有黑那个白胡椒的可以加一点。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把它打成泥咯，就打成像浓汤的感觉，把南瓜整个都打碎就可以咯。好，接下来就是把金针菇放进来。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如果没有用料理棒打过，它不会像浓汤的感觉，它还是清汤。好，然后我们现在再加上我们的金针菇，增加它的多糖体，会让这锅羹汤呢会更滑口。再来就是我们的豆腐，
腐进去以后，拌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不要太用力。再来要增加它勾芡的感觉，我们就会放上这个山药。好，最后上面我们可以让它有翡翠的感觉，所以我们放上我们的花椰菜，把它打碎。只要它一滚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熄火，哦，那我们就完成这道南瓜豆腐羹喽。接下来我们要示范南瓜的另外一道料理——南瓜炒米粉。那我们现在呢，香菇一定要用冷水泡软之后，然后把它拧干以后切丝。记得我刚刚说了，要用冷水，不可以用热水，因为你用热水，香菇的风味就会消失了。好，香菇切丝之后进来烤香它。好，你如果没有这个烤的动作，你的香菇会不够香哦。好。好，一样我们用锅子的热气就可以把这个香菇给烤香。好，用小火就可以了。好，另外我们要把我们的红葱头给切碎。好，红葱头。好，这个红葱头切碎了之后，一样进来。好，等到我们的香菇的香气出来之后，这个时候才放油，哦，我们这样子就可以避免高温烹调，哦，那你也比较不会油爆，然后油也不用用那么多哦，否则你如果没有把香菇先烤香，你那个油一进去，整个香菇都吸满那个油，哦，那这样子其实就更香了。好，再来就是我们的洋葱。好，洋葱切丝之后放进来炒。好，再把它拌开来。好，这个时候先放一点盐巴，胡椒粉要放多一点。好，再拌香一下。好，这个时候要滴一点酱油。好，大概两匙的酱油哦。高汤进来。好，我们等水滚了之后呢，才把我们的米粉可以放进来。好，那我们这边继续来处理我们的红萝卜，可以把它切丝，等一下放在上面会比较漂亮。好，另外就是我们的芹菜。好，这个芹菜末呢也是我们炒米粉一定要加的，少了这个芹菜就没有那个米粉的香气。最后当然要有一些香菜去提味。好，我们的水如果滚了之后呢，传统的做法就是你的米粉要先煮好，然后再去炒，再去拌炒。那我的做法是因为我这一锅现在全部都是高汤了，都是我这些蔬菜的高汤，香气都在里面，所以我就不再另外再去用水去煮，我直接用这个水分去煮这个米粉就可以了。那水要放多少呢？就是让米粉有泡到水，会吃到这个高汤就可以了。因为我如果说用清水先煮过，那你就没有办法吸到的都是很饱满的这个高汤汁，哦，那你这样煮起来你的米粉会更 Q， 而且你不用一直炒一直炒，炒的手都快累死了。好，那上面呢我要放的就是这个南瓜，把南瓜铺在上面，把它铺平，它比较容易受热，而且它软了之后就会直接整个密到我们的米粉里面。红萝卜装饰一下放在上面。
我们现在让它冒烟，关小火，大概六分钟。好，因为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米粉慢慢的去吸收这个汤汁，然后它自然熟成之后，你的南瓜也熟成了，然后我们等一下把它拌在一起就可以了。像我是南部人，我们南部呢会加上乌醋，好，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以前米粉没有放乌醋，你可以试试看，真的非常的绝配。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拌开来，好，然后在拌的过程，好，这个南瓜就顺便把它捣碎，好，那你现在会看到它水气会多一点，这是正常，因为它会再继续吸附这个汤汁。然后最后呢，还要再放上我们的芹菜末，好，最后再撒上我们的香菜，我们这道南瓜米粉就炒好喽。